来，他酒喝下去已经失智了。录音，有。哎，不要靠近啊！哎，贝尔，后退，后退，后退。12月4日晚间8时起，本所获报在花莲市林志街某间餐厅有民众酒醉闹事，到场发现一名男子疑似因酒后与游人起口角，警方向其制止不听，仍持续酒醉咆哮行为，遂使用辣椒水控制带回本所实施保护管束。